Hey, 你好啊，我想问下你呢，如果你平时跟新娘呢，大概有啲咩程序咁样噶？其实我哋会喺新娘嚟之前呢，就会 ready 咗喺佢嘅即新娘房或者场地里面嘅。通常新娘嚟到啦，我哋会介绍翻自己叫咩名啦，跟住之后就会问下佢可能需唔需要斟茶啊，跟住就会喺个台边嗰度陪伴住佢就影相。在你自己来讲，你觉得你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？要专注一点，或者是切蛋糕啦，做仪式啦，敬茶的时候啊，要怎样站啊或者坐啊那些咯。特别注意的事项通常就是新娘子条裙啦，还有就是他们通常敬酒的时候就会戴金器啦，那都要数清楚个数目，因为就如果他们跌了一只的话，那就可能很难找回，都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咯。最后一个问题啦，你会不会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件在你跟新娘的时候发生，或者新人会不会之后会跟你讲些什么令你是印象很深的？最难忘的通常就是他们介绍了自己之后呢，直至到个婚宴完了呢，他们都记得我的名字的。会跟你说今天真的辛苦了你，谢谢你，多谢你今天。平时都只不过可能帮下他，可能 take care 他身上面的，他有时他穿衣裙啊，可能帮他蚊一蚊啊，或者可能见到他的首饰啊，或者可能松松你帮他整一整，其实这些很细微的动作，其实有时新人都会到最尾的时候会跟你讲一声唔该啊咁样。咁我哋都跟你讲一声唔该啦，依家唔好卡，影埋呢个。